9月27日，去年从国乒总教练位子上退下的刘国梁教练又重新回到了乒坛球迷的视野中。这次他不是以教练的身份回归，而是作为乒协副主席，同时是改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回归。自从刘教练从教练位置上退下，近一年来国乒总体虽仍然保持霸主地位，但也有不少比赛冠军被日本、德国等队伍染指。如今刘副主席回归，想必会给国乒注入一针强心剂。27日，刘副主席发博，要与国乒一起备战东京，马龙、丁宁、许昕、刘诗雯、樊振东、马林、秦志戬、陈玺等国乒明星队员都转发了这条微博，可见他在国家队的影响力。然而张继科没有转发此条微博，甚至取消了对刘副主席的关注。有熟悉张继科的网友就解释道，他经常删人啊，卡破症，只想把关注控制在100人以内，谁熟先杀谁。16年他就取关小胖樊振东了，结果小胖也取关他了，不懂直男。当然真实的原因恐怕也只有本人才知道了。